特首撞空记，警察听到但睇唔到。涉嫌撞亲特首个胸，两个社民联嘅成员寻日否认公众地方扰乱秩序。行政长官保安主任寻日公称，当日听到特首两句说话。就即刻示意警员要截停黄俊杰，但系控方将影片 cap 咗相嗰阵，佢都见唔到黄俊杰袭击特首。而另一个警长只系听到同袍话呢个人可能殴打特首。武警戒之下就向黄俊杰作初步调查，仲指对方承认失足嗰阵手踭意外掂到特首个膊头，辩方就批评警方剥夺保持加密权利，反对有关证供呈堂。聆讯今日继续。